哎，往里边走，往里边走。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哎，往里边走，往里边走，走，走，来，走。渠道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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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往里坐啊。坐来，大家安静了啊！大家安静了。婚礼仪式现在开始。好。爹妈好。我好。乡亲们好。好。我是俄国人。叫加利尔，我中文叫名字叫格里尔。我爱中国，我爱我丈夫高志航。我爱三棵榆树，我爱你们大家。说的什么呀？乱套了，全乱套了吗？哎呀，乱就乱呗，我听着挺好。老大，啊，这又不对劲了。祖上规矩，先拜高堂，再拜爹娘嘛。你行，走。哎，小弟，咱们再跪一次，跪下。跟着我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爹啊，您坐着，先坐着，您别急啊。我不急。够了够了，不要了。来点热乎不热乎？热乎热乎。生了，生个小丫头啊，还黄毛了。太好了，爹。三哥，三哥，哪边是凤姐？那边东南，你慢点啊，别走。格里尔生头一个姑娘，高志航在奉天没回来，直到转过年。孩子学会叫爸爸了，高志航才托人捎信回家，说老蒋和阎锡山、冯玉祥打起来了，双方投入兵力130多万，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在中原杀得昏天黑地。那会儿，他们的飞鹰队待命在塔湾机场，随时准备参战。飞行员的战斗心态，当兵的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上，叫为国捐躯。这句话以前我也总说，不过今天我想问问诸位，东北军花了那么多的真金白银把你们培养出来，为的是啥？当真是为了让你们去捐躯吗？嗯，同归于尽，自我牺牲的战斗方式是最愚蠢的。你们要记住，飞行员不是烂命一条，我们的任务是为敌人创造更多的为国捐躯的机会。起立！立正！包长官，第四级学员正在学习，请您指示。坐下。指挥官。有。从今天开始，除了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否则不必起立报告。是。这是总司令张学良的特别规定。还有，我要告诫诸位，
以后在我的课堂上，有谁要是敢喝了酒，我会拿他的脑袋当粉笔擦拭。听见了吗？听见了。高教官，小烧味儿不错，你拽一个试试。副长官坐下。是，长官。哎，不用，我自个儿来。汉清武帝近月以来，陕甘等西北诸省频现土匪逆贼，到处焚掠，滥杀无辜，其匪首皆带有委任状，乃煌煌全国主席蒋中正所颁发，只有数十路之多，为兄所不能忍。吾决意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党国义士，陈实中原，与协党部以作威扶持蒋中正进行血战。我武帝明鉴局势，以中华民国副总司令身份加盟三蒋义举。我已通电全国，表示中立，请你回告严司令，中国鸡飞狗跳的，已经够乱了，我劝你们还是各方罢兵，不然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严长官和令尊大人十几年故交了，远的不说，大帅遇难时，严长官派了个庞大的使团来府上吊唁，那可是东北军最难的时候。用我们东北的话说啊，这叫八小肠。兵者乃国家之重器，我怎么能拿我的军队寻私情呢？严长官还让我给您捎句狠话，哦，不知当讲不当讲。是吗？说说看。中原之战老蒋败了还好，一旦胜了，下一个灭的可就是你呀。哦，何以见得呢？张将军虽然公开意志表示归顺中央，但是那只是个形式，中原之战你一口一个中立，貌似谁也不得罪谁，其实你已经把老蒋给得罪了。你要是真是归顺了南京，他老蒋允许你中立，你敢中立吗？有道理，往下说。你拥军一方，光飞机就买了300多架，又办教育，又开兵工厂。令尊大人过世后，您重整次军纪，广纳人才，这些都是励精图治之举啊。这样吧，山海关大门一关，你就是国中之国，他老蒋允许你中立吗？他做梦都在琢磨你。我忌讳这个话题，说点别的吧。严长官知道你喜欢马，我这次来，他特意从西北选了一匹良驹，叫800里。啊，就这个。对。张将军，这匹马性子烈得很，您还是别靠近它。怎么叫800里啊？两头不见日头，日行可以跑800里，跑起来前腿可以扬到脑袋上。哦。只是我怀疑咱东北军找不出一个人能骑到他。你太小看我们东北军了吧，别忘了我可有3个骑兵团。张将军不是那个意思，在西北擅长马术人多的是，敢骑他的就是3、5个。那我倒要试试了，难得你们严长官一片苦心，这匹800里我留下了。那我怎么给严长官回话呀？
我欠你们严长官一个人情，日后还他就是了。至于中原大战，本人态度已公告天下，不可朝令夕改。张将军，严长官要是退而求其次呢？总司令，南京吴铁城先生求见。让他在西客厅等候。是。好，说你的求其次吧。张将军，不瞒您说，严长官已经做好了您不加盟的准备。他的退而求其次，是您麾下的东北军严守中立，一兵一卒不能进关呐。你们严长官太多虑了，我张学良是一个透明的人，没他那么多花花肠子。张将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吴铁城是给老蒋当说客的。说客？说客又怎么样啊？你也太多嘴了吧。对不起，今天你只能走偏门了。你把马给我拉回去。暂停。下面我们讲机炮射击。现在很多先进的机型都已经配备了火炮，据说将来的炮弹会以光速飞行，那到那个时候就简单了，你们只需要拿准心套住目标，你就可以开炮。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你们要学会计算炮弹的飞行速度，这一点和步枪的射击方法很像。用步枪打敌人的脑袋，你得先瞄他的脚后跟。另外，因为是空中作战，所以你们必须把自己的飞行速度、机动平面以及和敌机的方位角都计算在内。把我说的重复一遍。哎呀，别重复啊！大家都知道了吗？机炮射击，对，拿过来，别老拿这玩意儿。起立！下课，下课，下课！走吧，走吧，散了，散了，下课。休息。下课，解散。我今儿给你脸了是吧？啊，是不是？你个酒蒙子，我没把你轰出去，你就得寸进尺。谁下课了？我课没上完呢。恃才傲物，目无长官，不懂得人员技巧，不懂得藏风露。咋的？我告诉你。要不是朋友面上啊，我早就像 K 机眼似的，咔就把你 K 出去了。来来，你 K 一个试试。把他卸了。干啥呀？跟我喝酒去。不去。我有正事儿，啊，拿不定主意，你帮我参谋参谋，行吗？铁神兄这次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嗯，韩七哥，我可是秉承委员长之意，他让我一个人悄然来去，连个随从都不许带。只要我们东北有大事，铁神兄肯定出现。看来汉青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了。你这张嘴啊，能顶得过蒋委员长一个师团？嗯，何止如此啊！蒋公还等着我这张嘴给他搬回去20万兵马。这我就奇怪了，这么大的事儿，委员长怎么不亲口跟我说呢？安静啊，一来怕你回去，双方都尴尬。二来呢，他也是个顾及面子的人，
他以为他是一国之君，而你汉卿又臣服了中央政府，在这乱世之秋，你就应该站出来表个态。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你一直中立的电告。嗯，铁臣兄有所不知啊，自民国十二年起，两次直奉大战我都参加了，我是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离乱之苦。再往远推一点，从清朝倒台到现在，中国不是北伐就是南征，哪一天消停过？再这么耗下去，中国迟早会倒在列强的枪口之下。汉卿的拳拳之心我早就深会，可是当下的中国军阀林立，乱世丛生，比当年的唐朝翻乱有过之无不及。汉卿哥，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实行大一统，所以这场仗必须打。你说的不是酒话吧？啊？不至于吧？吓着你了？我是不信。有什么不信的？我跟你露个底儿，韩福举的副官姓郑，我的中学老同学，他举荐的我。是我听说韩复榘那只有五六架破飞机啊，其中三架是运输机，跟咱飞行队没法比啊。飞机多少跟我有啥屁事啊？飞行队飞机多，哪架是你的？我到底就是一堆炮灰。嗯，你到那儿你就不是炮灰了。一样的炮灰，嗯，不一样的筹码，知道不？我告诉你啊，我去了以后是飞行大队大队长，饷银是这儿的三倍，还是面上的。我说，按理说这东北军对你不薄吧？啊，东北航校把你培养出来了，现在你是副大队长啊，你就这么公开跳槽了，不怕少帅把你给毙了？我傻呀！那你教教我，教教我。哎呀，我这教官再教你几招。现在正是备战中原之际，公开跳槽谁都不敢放人。还是这个，我的老同学，郑副官，在秦大队长那儿点了点金票子。过些日子呢，我再开一封诊断书，到时候秦大队长会派我去青岛休假，那个时候我就呲溜顺着尿道溜达了。阎锡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之所以内乱不止，是因为蒋总裁勘乱不止，结果是越勘越乱。蒋公嘴上说护党爱国，心里想的却是皇帝梦。汉卿啊，这个话你能说，我可不能讲。中国有句古话，成王败寇。秦始皇怎么样？骂名一直背到今天。要书写这种辉煌，秦始皇是第一位。铁臣兄啊，此次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都憋足了劲儿，家底儿都搬出来了。蒋委员长，是否胜券在握啊？开局不错，中央军一上去就攻占了河南的归德，给了阎锡山右路军当头一棒喝。
吴兄讲的是半个月前的战况了，昨天晚上夜里11时的消息，晋军苦战3天，又把失地夺回来了。还有，桂系的李宗仁从南边发起进攻，一路攻城略地，昨天夜里已经攻进湖南长沙了。我想这会儿啊，他正和白崇禧喝庆功酒呢。看来汉卿是个心细之人呐，对时局了然于胸。不过，为兄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误判了形势。那啥，你就没啥话跟我说的了？嗯。升官发财，再娶8个小老婆，成天累死你。你小子没诚意，不跟你喝了。不喝了啊？行，那不喝我就不赔了啊。哎，回来！放手！不是你说了不喝了吗？你是个精明人儿，我说啥意思你不知道啊？哎呀，长官，你这水太深，卑职不敢往下猜测。高大队长，啊，直说了吧，你跟我去山东，投奔韩福举。还做教官？那不委屈你吗？你除了教官，还在我身边当副大队长。想赢嘛，我说出来会吓你一跳。可是我这个人，他恃才傲物，啊，目无官长，是不是？这平时脾气也不好，你敢用？还记得不？我跟你说过啊，在天上我玩不过你，在地上你玩不过我，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小子忠诚，有仁有义，放在我身边我放心。你要真像我这号人，我还真你就跟我好好说说，跟我好好说说，你是哪号人？我哪号人你不知道啊？你说说说啊！我就喜欢3点。第一呢，权力；第二，金钱；第三，女人。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拉开距离做朋友还行。要说共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爽快。你跟我说这么多，不怕我告发你啊？咱俩是朋友，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这个不提，你也犯不着。我就是块臭肉，啊，我早走早消停。再说，你告发我，不就等于告发秦的队长？啊，你不至于那么傻吧？记住了。别让他怀疑你知道底细，要不他不会放过你的。汉卿啊，你身为中央政府的命官，于危难之机却口称中立，这等于是看蒋公的笑话。更何况此前叛军的通电文稿中，把你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并列一处，尊称为副总司令。那是他们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汉卿，蒋公可不这么看，他会在心里记你一笔账，而这笔账早晚都是要算的。吴兄，你是在威胁我，汉卿。
别说是你，就是他老蒋，也不敢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老蒋，你是来搬兵的，还是来下战书的？韩青啊，何必大动肝火？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两个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这是在掏心窝子跟你说话。来，韩青，喝了这杯酒，我下面还有话要跟你说。来，韩青啊，你如果出兵主战，蒋委员长将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这个位阶可是仅次于委员长啊，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韩青何德何能，不敢当不敢当啊。我的话没说完。韩青，东北军可以进驻青岛地区，河北省主席、天津卫戍司令、南京外交部的次长，这一切人选都由你东北军的人来担任。韩青，这可相当于中国的半壁江山了。此外，委员长还将负担你的全部军饷，而且额外支付给你3000万元大头。我已经通电全国，不好在国人面前轻易食言。这样吧，容我再考虑考虑。韩青，容我再进一言，此事不宜拖得太久。如果中央军再攻下蓟城，显出了明显的胜算迹象，那个时候你再参战，可就不如现在的筹码重了。听老兄一句劝告，这是个历史的契机，韩青，你得把握住啊。我真的忘了问了，你那大洋媳妇咋样啊？哎，让我撇乡下了。啊，孩子5个月了，我还没见着面呢。你还老爷们儿呢，你不讲究不够意思。你自己好好想想啊！我往队里打了2份报告，你副大队长批了吗？2份。啊，那不怪我，那怪谁？怪少帅。关少帅啥事？他的命令嘛，中原大战飞行队一个不能动，24小时待命。哎呀，哎，你合计合计。嗯。你说少帅会参战吗？肯定会参战，养兵干啥的？不是打仗的，不打仗吃啥？那我咋看报上写着说东北军中立呢？这叫鸭子浮水，脚底下忙活。我猜呀，少帅是等两边的筹码给足了以后，就进关了。那你是说少帅会把枪口对准老蒋？那倒不会。哎，那就对了啊。南京是正统，讲的是三民主义。这个跟正统三民主义没关系啊。你听我说，阎锡山正在拉拢韩复榘，给韩复榘底下那个人啊使了不少小钱，什么喝个花酒啊，打个小麻将啥的，那当面啊都说谢谢谢谢，背后就骂的是个老娘们儿。就算他使钱也使不过老蒋。来来来，我敢问许副大队长有何高见呢？哎呀，我想，少帅是等老蒋这边的钱给足了以后，就站在老蒋这边。兄弟，这报上还说了，说韩复榘的队伍已经归到阎锡山的旗下，
你想好，有一天东北军真干上你，那咱俩就是冤家对头。来，对，对不起来，我告诉你，咋的？老蒋已经给韩复榘做了手脚了，只要一进了关，弄不好咱俩又在一个战壕搅和呢。啊，行行行啊。他们是刘关张，你是诸葛亮啊，这啥都听你的。子航， ça fait plus de six mois que nous n'avons pas vu. Hier, j'ai fait un rêve sur la guerre entre la Chine et la Russie.Dans mon rêve, vous avez volé à la Russie en disant que vous allez bombarder Saint-Pétersbourg. Ça m'a vraiment fait peur. J'ai pleuré toute la nuit. Talo Liu a retourné il y a des jours. Je lui ai demandé de vous apporter des photos de notre fille. Votre mère appelle Liliang Xiaobie Duzi. Au début, je n'étais pas habituée. Et maintenant, je l'appelle aussi.小瘪肚子，按我们乡下的习惯，我应该叫你小瘪肚子他妈。小瘪肚子他妈，我愉快地告诉你，下个月的第一周我有一个单机训练科目，到时我会在空中和你见面。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拥抱你，拥抱孩子。关于中原战事，大队每天都有传报，队里已经备好了六天的干粮，我们随时准备开赴前线。诸位还有什么说的吗？我最后重复一句，自中原开战以来，南京方面频繁派人来我东北游说，本人以为蒋先生的本意固然是为了战胜自己宿敌，也不排除他另有居心，那就是借这个乱局削弱我东北军。在这方面，你于学忠应该是有所感悟的。总司令在上，恕卑职直言，你不用说，我来说。上个月，南军派人游说于将军，让他脱离东北军，擅自带兵入关作战。好在学忠你不是绿路熏熏之徒，始终不为所动。事发当天，就把南军的密信交给了我。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密信啊？请问君到。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飞鹰队。就在前两天，南京的一位飞行员驾机投靠了共党。北军一定严厉掌控。刚刚我收到了一封密电，驻山海关的步兵213旅投靠了南京，现在正开往关内的途中。我已经布置了人手，签发了手令，该旅旅长马廷福杀无赦。不过话说回来，纵然南京做了很多手脚，我张学良不计小账，不计私怨，就全当是委员长逼我出牌。关于出兵一事，我已权衡再三。我们东北地处边陲，一旦起了战端，以日军之强大，我东北军想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只有借助国家之力。国家是谁？只能是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所以司令决定通电全国，支持中央出兵靖难。
司令，此事非同小可，您还是我意已决，你们不要说三道四。何丽儿，那瘪犊子来信没有？钱钱，信上说啥了？没说什么，就几句话。说没说打仗的事儿啊？嗯，提了一句，说干粮都备好了。我的妈呀！你说你们俄国人咋这样呢？啊，他马上就要送死去了，你咋跟没事儿似的呢？妈，我每天都为他祈祷，请求万能的主保佑他。谁呀？哪个呀？就你屋里十字架上的小人啊？耶稣。啥苏？耶稣？哎呀，我的妈呀！他是哪路大仙啊？他连自己都保佑不了，他能保佑我儿子吗？哎呀，他要真能保佑儿子，我就谢谢他了。老头子，老头子，干啥呀？套车，我去奉天。你瞅瞅，又来了。你说你上奉天干啥去呢？还一个大教官，整天张罗着那个打仗的事儿。哪有功夫搭理你？我把那小瘪犊子抱着，我让他看一眼。你那不是作践他吗？你，啊，可脑子的啊，不是爹就是妈呀，要不然老婆孩子一大帮，那还有心打仗啊？你也真是。是他？谁呀？你儿子高志涵。啊？你咋知道的？就是他。高志涵，妈呀，魔怔了吗？这不是看见飞机就是高志涵。看明白了，他呀，他不是闲的呀。
他是回来告别来了。行，这玩意儿行啊，咱们东北军要是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不怕呀。哎呀，高家安，高家安，高家安。Quand dans un corps total à l'autre, mène son âme, son esprit, pour qu'il te contrôle, tu es la dernière rêve de mon âme. 二哥，大嫂说啥呢？我也不知道啊，咱妈说这是驴子语，咱听不明白。是雨果的事，关于爱情。